在的话，我想跟你们说的是，这几天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老青年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说？因为我来到雨峰山，我从零开始的时候，他都一直陪着我。其实的话，说来大家也会说笑话啊。很多人说我跟他唱歌，我是他老婆。老青年，我是你老婆吗？不是，我们就只是朋友啊，只是。谢谢大家的掌声。啊，来，我们来点掌声，欢迎老青年闪亮登场。你直接上来了吧？哎，欢迎长长两票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要这个动作整过来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个音乐欢迎老青年入场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把音乐放起来，掌声，来，你把音乐放起来。好，现场鼓掌，给老青年逐个的排面，从后面冲出来。老乡，支持乡，来，你。你去走个秀，走你最帅的姿势。我跟你讲，你要这样的啊，这样对，对，这样来，你去从外面走进来，六亲不认的步伐，走出你六亲不认的步伐，让人家一看到老青年你变成网红了啊！向我一面唱一面握手。好，走，去站到最后去，我放慢走啊。我们放音乐给你，鼓掌来，我们的徒弟们站到旁边来，我们鼓掌欢迎。好，美女，我们的徒弟在哪里？来，我们家徒弟们出来。来，哎呦，这个场景太厉害了！好，欢迎我们老青年，广西最帅的靓仔闪亮登场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太热情了，感谢每位朋友的支持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了，感谢你们，感谢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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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！叫什么叫的？拐走没拐回拐走西哦，广西老乡太热情了，真的。这两天现在我们找话筒交给满青跟老青年啊。摄影师。